6月25日，左肩有你的编剧晒出范丞丞的受伤照，配文：一个只吃鸡蛋清，一个在车满嘴泡，狂奔7小时没让一声泪，哥俩真的值得。其中含有范丞丞受伤的照片。据剧组人员透露，有一场戏范丞丞多个机位一遍又一遍的摔，每次都毫无保留重重摔倒，完全没有替身，反复摔了10几次一声没吭。他怕摄影穿帮，还自己遮盖伤口，脸上却做着搞怪的表情，让别人不要担心。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乐华祖传擦地板，这也太拼了。镜头中的伤口呈现出斑驳的红色，看起来真的很疼。对此，粉丝在评论区心疼道：“程程的手臂打球辛苦了，摔了很多次吧？程程辛苦了，努力一定会有好结果，付出总会有回报。程程加油！虽然演戏要专注，但是要多爱惜自己的身体呀。希望范丞丞早点好起来。”左肩有你已经拍了一段时间，从路透的片段看，也是尽可能的还原了小说中的各种情节。期待新剧，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